相亲相到前女友闺蜜，她竟疯狂地爱上我，竟然追到我公司表白。你来干啥呀？找你配对呀。啊？想接你下班，然后和你约会。是什么样的我让你陶醉？男人味。嗯，有吗？那我进里面等你下班行吗？咱私底下怎么整都行，你别聊公司，特别影响我，知不知道？我都打听了，你的同事都说你是单身。我严重警告你，公司是我接触异性唯一的地方，别聊公交啊。OK。嗯，那我在公摊面积等你啊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！等你呢，拿捏了。哎，那你的不错啊。其实也就一般吧。你俩怎么还背着？整挺好啊你。别误会，你不是，听我解释。那个，我们干嘛去啊？回家。你家还是我家？如家。啊？第一次约会就回家不太好吧？有啥不好的呀？咱俩要整一个二倍速搞对象呢。嗯。你欧啥 K 呀？那能行吗？那我还是人吗？你是人。嘘。气死我了。走吧，那个你看天挺热的，早点回家吧，下回别来了，听话啊，走走吧。嗯，那师哥明天见。哎，走吧走吧，快快快快走吧，真走了啊，不许再回头了啊，快回家啊，走走走走走。你瞅啥呀？咋的？你暗恋我呀？走你一样，操！